其实留在这里也挺好的，这里风景好，还可以完成我们未完成的约会。泰康这块山芋现在正热得烫手，我要让他明白，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就不该碰。谁允许你自作主张插手我的事的？又是谁允许你用你的时间、你的尊严为代价来帮我求项目的？庞总不请自来，看来是想通了。其实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。我此刻只关心现在和未来，不想把时间浪费在叙旧上。许清幽简单直接，有时候嘴硬，但他心很软，他绝对不是你这个前任的对手。谢谢你，我不在的时候照顾他。应该是我感谢你才对，在我出现之前，谢谢你把他保护得这么好。